我们的武道意志，竟然能接下我这一记重拳，此人实力不弱。 在下屠游，阁下是陈星。没听说过，不过你的武道意志不错，能做到与我相当。朕现在还没什么人，要比吗？我也正有此意。我会三种地阶剑术，两种地阶掌法。 一种地阶拳法，每一种武功都能轻松击败你。你想选哪种？哪种最强，就用哪种，或者你都用也行。狂妄！别以为有点资质就了不起，我可是苍元府第一天骄，你还差得远。 吞心犬不错，出个价，卖给本少怎么样？不卖。臭小子，竟敢拒绝上峰少爷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上峰，难道是东元城首屈一指的大家族上家？抱歉，不卖。本少能看上你的吞心犬，是你的荣幸。你最好识相点，赶紧出个价。 我说最后一次，不卖。感染风少，你完蛋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风少为母。你竟敢伤我！看来继续逗留。 不仅会有麻烦，还打探不到什么消息，不如赶到去周边碰碰运气。那边的凶兽太可怕了，咱们走快点。进了东元城就安全了。哎，你说，他们不会直接杀入东元城吧？哎呀，不会不会，东元城里那么多高手，他们呀绝对不敢进去。 这位公子，你是要去前方消灭星兽吗？正是。我打算去飞龙山脉寻找星兽。我见公子气宇不凡，并非寻常武者。若要寻找星兽，请速去清水镇，那里有星兽作乱，已经害了不少人了。星兽作乱，星兽通常。 都会潜藏在山野大川之中，主动进攻人类地盘，这倒是少见。老朽刚从清水镇出来，亲眼看到一头大黑豹在攻击民众，还好我这匹马脚程快，才勉强逃过一劫。公子，我是从新阳镇逃出来的，那里有星兽作乱啊，还请公子援手啊。还有星口镇，那边有只两丈高的巨狼。 发疯似的攻击人，我们星火镇也有，太吓人了。虽然这些都不是十二生肖类的星兽，不过既然他们胆敢在人类的地盘上撒野，确实该去教训一下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 救命啊！
孽畜，休要造次。天犬吞月诀，星兽一旦到达开七脉，就会凝结出兽丹。既然你作恶在先，就休怪我无情了。居然是虎类星兽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位老伯，请问刚才在星火镇作乱的星兽长什么模样？往哪里去了？他动作太快，我没看清。不过我听那些武者说，那是一只开八脉的剑尾虎。他们追着他往那里去了。多谢老伯。吞星犬，我们走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和十二生肖对得上号的星兽，可不能被人捷足先登了。哼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谁在那里？是你！现在正是选拔大会，到处都有人在监控，你还想杀我不成？实话告诉你，本少已经得到府主首肯，在这里杀你，没人会追究。好一个狼狈为奸，上风和上夜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劝你最好想清楚再动手。哈哈哈，我上智乃上家第一天才，就算放眼整个苍元府，同辈之中也只有屠游可与本少相提并论。你今天必死无疑，赶紧报上名来，别做个无名鬼。那你可要记住，我叫陈兴。